王修姐，你都在我家住好几天了，因为这里已经被豆豆的爸爸改成办公的地方啦，姐姐要在这帮忙的，豆豆是不欢迎姐姐吗？我倒是没什么意见，就怕花子不开心。花子，谁呀？就是住在衣柜里的小妹妹呀。小妹妹。对，她跟我差不多大，跟我差不多高，长着长头发，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。她白天躲在衣柜里，只有晚上才出来。有时候我睡着睡着，一睁眼就能看见她站在我的床边。豆豆，别跟姐姐开这种玩笑啊！这里只有豆豆一个小朋友啊，没有别人。嘘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花子会不开心的，她平时用头发遮住脸，可她一生气，眼就会变红。你别看，你别看，她不喜欢你。她刚刚跑进老于房间了，啊！她刚刚就站在你的身边，你没看见吗？没有啊。他听说你住着很不开心。好了，过去陪他了。花子爱吃这个，你吃吗？他也爱吃这个，你吃吗？不吃。差不多高，长着长头发，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。白天躲在衣柜里，只有晚上才出来。有时候我睡着睡着，一睁眼就能看见他站在我的床边。